我唱两首歌都好了，你就要回来了，真的很感恩了，很开心了。我会再站这个舞台 ，OK， 唱了六首歌，不是两首，你知道。每一次我回去，他说啊，又出来，只是又出来。这个是我比较少见的啦，一般都是希望哎继续挺进啊，然后太太是催你回去，哎，你还没有被淘汰啊，还没有被淘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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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说：“你知道这样晚才回，我没有想到我会有机会再来这里，所以没有一定。说如果有机会，几年后，我一定又再来唱这个歌，欢迎自己。这一次来，我一定要准备好好来才来。明白。那我们期待韩国迪诺黄伟良哥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，一定一定，带你太太。”一起来参加，这个就能早上对着你，晚上对着你，对不对啊？那就没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最后呢，